旅行遇见幸福，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四川。你们听到潺潺的流水声，非常的好听。这是截取无人的部分。接下来看到后面的神山，哇，这就是稻城亚丁的风景区。小编 Steven 现场为你介绍，今天是2017年10月19号下午2点。